福音战士与东极歌舞伎厅塔合作，2023年4月28日起进行福音战士歌舞伎厅冲击活动。东极歌舞伎厅塔的前身为影院新宿 Milano 座，这里是1997年上映的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死与新生》以及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L 真心为你》的主要上映影院。直至日期结束营业，从2007年开始上映的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系列全部作品也都在新宿 Milano 座上映。在破上映时还举行了名为第三新歌舞伎厅宣言的官方活动。2019年使用东极歌舞伎厅塔的施工现场进行了新福音战士剧场版敖望一0706版的室外上映会。现在整个东极歌舞伎厅塔将成为可以全方位欣赏福音战士的场所。本次公开的剧院、酒店、影院以及现场演唱会四种活动。剧院 Fiat Milano 的首场公演节目将是舞台福音战士 Beyond。由劳伦斯·奥利维尔奖等多个奖项的得主西迪·拉尔比切尔卡维担任此次公演的构成、演出以及编舞。生活方式型酒店 Hotel Group Shinjuku 将期间限定推出 Lifestyle Hotel Ever， 客房一层将变为福音战士的世界，客房内将有以各驾驶员为主题的内饰、特别影像以及原创周边商品，在餐厅还有着原创合作饮料以及餐点。在新宿 Milano 座旧址开业的109 Cinemas Premium 新宿将推出开业纪念特别企划，将上映福音战士系列及其相关的所有作品，演唱了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魂之轮回等众多福音战士系列主题曲以及相关乐曲的高桥洋子将举行特别现场演唱会，这将是首次以福音战士系列为主题的个人有观众公演。新假面骑士官方应用 Shoka 与福音战士系列官方应用 Eva Extra 的合作企划 Nagisa 作战成功完成，在10月24日至10月31日期间，两座的爱好者们成功使用 Shoka 应用中的 Happy 按钮，产出了超过1亿 Happy。因此，福音战士系列的定元度、东岳耕造、加持良志以及主勋四人被邀请加入了 Shoka， 并公开了成为 Shoka 下级成员的纪念图像，同时将推出合作周边商品。购买包含合作商品在内2200日元以上，并在实体店铺出示下载在手机中的 Shoka 应用，将可随机获得使用合作图像制作的非卖品明信片一张。涩谷 Paluco 的 Vida Eva Store 从11月3日起重新开业，另外将于11月22日迎来开业3周年。作为纪念，今年也公开了米山舞绘制的全新插图，以巴黎为舞台，五位驾驶员身穿最新的秋冬季服饰，服装以黑色与橄榄绿为基调，并以 Eva 的颜色作为强调色。从11月3日起举行3周年商展，在店内每消费3000日元可随机获赠原创集幻式卡牌一张。此外，11月22日还将有纪念日限定礼品，详细内容将在之后公布。爱藏版《新世纪福音战士》电子特别版全七卷预定于12月2日登场，将与纸质版一样，一次收录单行本2卷的内容，卷末还收录有单行本版本的封面插图。新日本英雄宇宙与哥斯拉战线的合作第三弹《福音战士与哥斯拉战线》合作从11月4日开始。另外，为纪念第三次合作，本次的《福音战士》合作中将进行3大特别企划。公布了由葛城美里的声优三十晴乃担任旁白的合作预告影像，在游戏内使用初号机时也会有三十晴乃的亲录语音。哥斯拉系列的角色设计师西川深思为本次的合作绘制了昭和哥斯拉海报风格的合作纪念视觉图，11月4日起可通过游戏内的合作纪念包获得。通称三世基隆的机械哥斯拉将以初号机配色与合作期间登场。预定12月3日发售的一番赏福音战士使徒袭来公开全奖品图像，先前已公开了 AB 赏的初号机以及第四使徒的手办图像，还公开了 CGE 赏的主勋葛城美里以及 Pan Pan 的手办图像。本次公开了 FGH 赏的亚克力立牌、小碟子以及文件夹贴纸套装的图像。为纪念500系新干线25周年，从2015年11月起运营了2年半并大获人气的福音战士新干线500 Type Ever 与精工合作推出限定手表，表盘设计来源于从正面看过去的500 Type Ever， 并加入了让人联想到驾驶席仪表盘的内表盘，附有特制收纳盒，有着500 Type Ever 以及 Nelf 的标志，数量限定5000件，附有序列号。来自兽屋，新福音战士剧场版中登场的新二号机 Alpha 的模型登场，是部分零件已涂装的多色套件，仅通过组装就可以再现剧中形象，附有3管加特林炮、提刀以及2种形态的停止信号插入栓等零件，比例为1:400，全高约218毫米，预定2023年4月发售。来自 Good Smile Company 的手办系列 Pop Up Parade 林波利农作业版登场，将正在进行农作业的林波利手办化，全高约170毫米，预定2023年4月发售。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让我们下次再见。